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没事。病人情况怎么样？脉搏47，血压39/70。来一号监视室。说吧，唐大记者今天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尽管吩咐。这几年夏记者在青岛早报进步很快啊。还行还行。其实我就是为了这篇文章《微尘你在哪里》来的。对对，这是我写的。哎，我特别想知道你们早报是怎么发现这个线索的。好，是这样，最早的时候啊，我是听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跟我讲，说有一个市民呢，先后两次到他们那儿去捐款，每次5万，留了一个名字叫微尘。后来呢，他们就通过这个电话号码打过去，结果对方死活就不承认。他们是没办法了，所以找到我们，就希望我们啊能够找到这个神秘的微尘，能够代表这个红十字会还有灾区来感谢他的善举。这可是个好题材啊。是。你们报社下一步有什么具体打算吗？啊，我们社长说了要连续报道。你看这样怎么样？我们青岛交通广播也加盟，咱们一起寻找微尘。好啊。哎，你看这样吧，咱们两家啊各自发挥特长，来个地毯式轰炸，肯定能找到微尘。好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哎，对了，我呀给你介绍两个人。这第一个呀就是咱们红十字会的朱副会长，他肯定能给你很大的帮助。这第二个呀是一个传媒公司的老板。其实说实话，我怀疑这个人可能就是微尘。家属，我妈她怎么样？你妈已经抢救过来了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。你妈出现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吧？这个是我们县医院的诊断书，他们说好像是肿瘤。好吧，我们会诊一下。谢谢。朱副会长，您提供的线索我都记下来了，谢谢您啊。您干嘛那么客气呢？应该是我们感谢您才对啊。你看现在所有的青岛人都期待着能找到真正的微尘呢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去努力找的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你就尽管来找我啊。要是您有什么新的线索，就请您及时的通知我。没问题，放心吧。好，谢谢了啊。哎，保持联系。四床家属，罗医生让你去一下他办公室。是不是恶性肿瘤？只要等手术之后做完切片化验才能确定。那还能治吗？目前看来没什么商量，必须动手术切除肿瘤，
而且要尽快。那要多少钱？手术加上术前术后的用药，大概十多万吧。十多万，罗医生，我们全家就是不吃不喝，这也……这样吧，先住院，检查有个过程，你们利用这段时间尽快筹钱，费用齐了就动手术。妈，跟妈说个实话，到底安得的是什么病？妈，我不是说了吗，就是血管上长了个瘤子，不碍事，割了就好了。说的挺俏，就像地里栽个瓜似的，红安吧。妈，大夫说了，这就是个小手术，你拜托下。妈儿，不是什么大病哈，咱就回去吧。城里的医院死贵死贵的。妈，你就安心住着吧，大夫说他会尽快给你安排手术的。喂，请问是李小姐吗？你好，请问是康熙医手室吗？听着，你们的售后服务员。你们还招聘导购吗？您要招聘文科家教吗？我可以试试的。我来。喂，李小姐，招满了。谢谢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是零二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。在斯坦福大学读的 MBA， 我在美国待了三年，其中两年的时间是在高盛公司工作的。嗯，好的，你的条件非常不错，你放心，两天之内我们就会给你答复。嗯，谢谢，再见。你好。你好。我去年大学本科毕业，英语六级，计算机三级，全山东省物理竞赛我是第一名，还曾经获得过三年。谢谢你，如果有需要，我们会跟你联络，好吗？再见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小姐，这边请。你好，你的简历呢？我没带。那你的学历是？大学，不过我上了半年就退学了。哦，那很抱歉。因为我们这次招聘的是中高级管理人才，可能没有适合你的工作。对不起啊。哎，小姑娘，来，你知道现在就业形势呢并不乐观，但是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，我呢想跟你多说两句。你看，你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你的就业思路，脚踏实地的先寻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，然后呢，再慢慢的寻求发展呢？你觉得这样会不会对你好一点？到家里头去照顾病人，活儿挺重的。没问题，我洗衣服做饭我什么都会。二十四小时要随叫随到的吧？你行不行啊？二十四小时。钱不是问题，你要干好了吧，我再给你加，行吗？我妈还有病呢，我好歹照顾她。哦，你妈有病啊？哦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算了算了算了，再见啊。是青岛交通广播的记者唐颖。你好。您好，我是通过您在红十字会捐款留下的号码找到这儿的。
我已经跟早报的新下的记者说过了，我确实不是你们要找的人，你们就是问我再多遍我也帮不上忙，对不起。哎，高总，您是否可以回忆一下，是不是有朋友圈款式用了您的名字呢？你就别套我的话了。高总，这件事情在整个岛城的反响非常的大，很多人都非常想知道真正的微尘是谁。我想这件事情对您来讲可能是微不足道的，但是它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却非常的大。你要是这么说，那我承认，我确实去红十字会捐过款。真的？是的，这几年我们企业的效益确实不错，回报社会也是我们私营企业应该做的事情。但是我去捐款的时候用的是自己的笔名，确实没有用过微尘这个名字。我很想帮你们，但是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下次见。你不出去打听打听，现在还有800块钱的活儿。哎，你有话慢慢说，好不好？活轻松点也就罢了，天天累得跟驴似的，驴还有喘气的时候呢。可是这个事咱们之前早就谈定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现在想变就变了呀。早知道活这么累，你别说800块钱，翻个倍我也不干。哎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啊，你这样，你呢再坚持一下，给我把今天干完好不好？你看看现在几点钟啊？吃饭的点儿啊，那碗堆得跟山一样，这怎么办呀？你啊，爱怎么办怎么办，我不干了。我能干，我能干。你？嗯，我可跟你说啊，这活儿可是连着累趴下3个男的了，就你长这么瘦，能行吗？我行，我洗盘子刷碗什么都会。先别说大话，这样。800块钱一个月，多了一个子儿都别想加。对了，每天管你2顿饭。行，我现在就干活行吗？答应的都挺痛快，到时候啊说走就走。还干吗？哦，我干，我干。罗医生，你母亲的病情正在加重，一整天都疼得厉害。刚才给她打了针杜冷丁，好不容易睡着了。不能再耽搁了，你马上动手术切除。你准备一下，最好这两天。明白我意思吗？罗医生，这10000块钱您先收下，剩下的钱我再想办法。这是干什么？求你了，罗医生，你先给我妈开刀吧，我妈那边真的不能再拖下去了。站不站起来？罗医生，我求你了。你站不起来，我走了。罗医生，孩子，你听我说，我比你着急，但医院有医院的规定，我决定不了。罗医生，我求你了。你再给我点时间好吗？我保证会筹到钱的。你先给我妈开刀吧，罗医生。
罗医生，你就答应我吧。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，我妈就是死路一条了。罗医生，妈，那个钱不能动，收起来。妈，你就听我这一回吧。妈，妈，妈，分明一出出事，那不治了。妈，妈，妈，那救命要紧，回头我挣了钱再还给人家。救命用不上。这个钱说好了是给他读书的，干别的就不行。小驸马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人得讲信誉，知道吗？妈，我总不能看着你，看着你。这钱要是不还人家，妈就是活下来也没脸见人啊！啊，好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晚上好。情满人间又与您准时的相约在电波中了，我是主持人唐颖。今天的话题呢，也许有一些特殊，我们要聊的是一个人的名字，这个名字叫做微尘，微小的微，尘埃的尘。我想说到这儿，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想到了，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名字，可它的主人却真实的生活在我们的身边。几年前，那场惊心动魄的印度洋海啸刚刚平息。一个清晨，有位神秘人物匆匆赶到市红十字会，留下50,000元人民币后准备离去。工作人员请他留下姓名，他却始终不肯。最后熬不过工作人员的再三请求，他写下了微尘这个名字。而就在昨天，这个微尘再次出现了，又给红十字会捐了50,000元人民币作为抗旱救灾的捐款。亲爱的微尘，你是否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？我想你也许不想被打扰，宁愿默默地付出，并独自享受这付出所带来的宁静的喜悦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你的出现也许能够感召更多的人。这里是情满人间专题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唐颖。如果哪位热心的听众朋友知道关于微尘的一些线索，请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701216，再重复一遍85701216，我们愿意和您一起寻找微尘，寻找这位和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中的天使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怎么，你也是微尘？对，我就是小微尘。我们都是小微尘。好，你赶紧上。弟弟，我给你过去好吗？弟弟，好的好的，那这儿交给你了吧。嗯，是你要找微尘吗？你要找他做什么呢？我还他钱。微尘借给你钱了？没有。你等等啊，你把我说糊涂了，他没借给你钱，那你还他什么呀？他寄了一张存有10,000块钱的银行卡到我家。他是你家什么人吗？不认识。啊，不认识。走，咱们慢慢聊。银行卡里存了10,000块钱。
急着用钱吗？我妈说了，这钱是人家给我念大学用的，现在我不念了，就得把钱还给人家，这是做人最起码的道理。唐老师，这个是他寄给我的银行卡，你能帮我找到微尘吗？杨念念，李姐，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。我的工作都做完了，我只是想休息一下。老板他不会怪我吧？啊，你是新来的员工，老板总要看一下吧。我不想再说第二次了啊，不能这么摆。知道了，白总。杨念念，白总，您找我？怎么像老鼠见了猫一样？我有这么可怕吗？来酒店三天了吧？嗯。大家都说你不错，挺勤快的。谢谢老板，我会好好干的。应该好好干。你是什么文化程度？高中毕业。是吗？看上去像个中学生。听说你帮前台查出了一笔错账，你不觉得自己在这刷盘洗碗委屈了？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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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没有。你这就对了，我打第一份工跟你一样也在厨房，现在我不是挺好的吗？一切得靠自己。嗯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。没事了，白总，那我先去干活了。有困难找我啊。哎，你好。查过了，这张卡确实是从我们银行发出去的。时间大概得有大半年了吧？那您这儿有开户人的个人资料吗？当然，我们对每个开户人的资料都保存得很好。那能告诉我吗？对不起，这属于客户的个人隐私，我们银行方面必须履行保密义务。因为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微尘，所以请您帮个忙吧。实在抱歉，也请您理解。好的，谢谢。我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帮助您，如果下次再有人往这个卡上汇钱的话，我一定马上打电话通知您。那太好了，谢谢您啊。谢什么呀，其实啊，我也很想知道真实的微尘是长个什么样子呢。你母亲这个肿瘤的位置长得非常不好，手术难度很大。很危险吗？我们正在研究手术方案，尽可能把风险降到最低，只能说尽可能。我知道你交了10000块钱，但这只够住院和术前的检验费用，你们还得尽快把手术费和后续费用准备好。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。你没说实话，一定有事儿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是说，我想预支半年的工资，我有急用的。是不是我听错了？预支半年的工资？
我知道一个女孩子在外头工作不容易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杨念念，女孩子要自尊。你想什么？你不就比我多了几十块钱？要不是我免费拉几个残疾人，英语之星，下辈子也轮不着你。啊，吃饭热闹吧？哎，就你说的那个事儿吧，我觉得吧，最有可能的就是那两个人干的。哎呦，你娘嘞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你吹的，你快吹吧，来来来，我给你算了账，你好好吹吹，来来来。哎，那个梁博，俺那杜磊，来，恁俩先别吃了，恁俩搁了一下来。那俩得干什么啊？那么非得一见面就打？闹玩闹玩。来，给您介绍个人啊，这个吧，哎，恁应该都认识吧？这位是交通台著名的主持人唐老师。哦。有点事儿找恁了解一下。美女主持人，认识认识。这个货呀，一见美女模样都变了。那么恁不能好好说话啊？你们哥俩是不是永远都这样，谁也不服谁呀？主持人，就他这个德行，我能服他？捐款也这样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主持人，你看啊，捐款吧，我捐200，他非200我，你才200呢。你俩干什么这是？那捐款的时候，你们俩为什么都用微尘这个名字？微尘这个名绝对是我先叫的，他就老学我。我学你，我学你，你不跟人家学的你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俩别争了。你们俩谁曾经给一个叫杨念念的孩子汇过10000元呢？杨念念，看来的确没有哈。你看他们俩，谁都不争谁的钱啊？哦，这个是杨念念的，她打碎了几个碟子，自己掏腰包赔了，收下吧。好。杨念念，李姐，来，这钱你拿着，拿着，这个是老板借给你的。他向我打听你的情况，我就把你带你妈治病的事儿都跟他说了。他特别关心，他说让你先拿这个钱去把住院费交了。啊，罗医生，罗医生，你看现在等手术了吗？手术风险很大，而且病人长期操劳，落下了很多慢性疾病，脏器也有不同程度的损伤，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手术，我个人觉得不是十分乐观。不过最大的问题是，要是再拖延下去，病情将不可逆转，再想动手术肯定来不及了。我个人的意见，老罗啊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做学科带头人的博士点正在审批，如果稍有不慎，我都明白。好好好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不过有一点我必须说明，14床的这个住院费我已同意减免，不过手术后的康复和化疗费用必须交齐。院长，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你欠他也欠，再这样下去，你想想
下个月的工资还能发下去吗？喂，小唐记者吗？哎，您好，我是唐颖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！你们要找的那条线索，我们已经找到了。真的？是，就是经常来捐款的那个军人，我们已经查到了，他是青岛警备区船运大队的一名年轻的军官。那你们留下他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了吗？他什么都不肯说，光是说要执行紧急的任务就急匆匆的走了。是警备区船运大队是吧？啊，对，是。好的，谢谢你啊，朱副会长，谢谢了。主任，这次来给您添麻烦了。那倒不会，其实啊，我们部队里还的确有很多微尘，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您要找的那个微尘啊，肯定就是他。来，把这擦一下。郭海涛，郭海涛，到，下来一下。是。海涛啊，你看他是谁？认识吧？您是？哟，我想起来了。对对对。听众朋友们，晚上好，这里是青岛交通广播，情满人间。与您准时相约在电波中，我是主持人唐阳。唐老师，海涛可是你的铁杆粉丝啊！哎，海涛，一会儿唐主持有事要问你，你可不允许隐瞒，要如实说，这可是命令啊！是。郭海涛同志，你是不是到红十字会捐过款？捐款？啊，没有没有。用的是微尘这个名字。是。不是不是，海涛啊，可是我们部队有名的活雷锋。你一提起微尘啊，我立马就想到了他。是啊，我们中队长啊，经常给人家捐款捐物。去年我们家盖房子，他还资助了我1000块钱呢。郭海涛同志，你有没有给一个叫杨念念的孩子寄过10000元钱呢？杨念念？没有，我捐款啊，都是小数目，这10000块钱，我暂时还拿不出来。谢谢您，龚海涛同志。没事儿。哎，妮妮。嗯，你妈妈出院了。什么？妈，你这是上哪儿去啊？你这是啊？啊，你听我说哈，俺这个病更看不起，不看了，回去吧。妈，妈，你听我说，这个钱你不用操心，肯定会有的。你上哪弄钱？不，俺不能连累恁。哎，妈，妈，哎呀，你求你了，你别跟你说，妈，死鬼死鬼的，你叨叨什么叨叨？
姐，你们就是要走，也应该在青岛到处走走看看呀。妈，你看，到青岛洗海澡。大姐，你看远处，那是小青岛，还有栈桥，这景多美啊。大姐，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里，有很多有爱心的人，他们知道了你们的困难，绝对不会放手不管的。是啊，妈，你相信我，唐老师肯定会有办法的。俺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唐老师是好心，可咱也不能干躺着什么也不做，光等着接受人家的好心。大姐，您知道红十字会吗？我就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，在我们红十字会每天有很多人来捐款，他们把帮助别人当成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大姐啊，多大点事儿？这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我这个人嘛，你就是再难的事儿，在我这里哈，就像抽烟，知道吗？把烟点着，抽了。俺想通了，有这么多人关心俺，俺得活下去。大姐，没错，这就对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晚上好，欢迎您收听青岛交通广播由唐颖为您主持的《情满人间》节目。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，在以前的节目中，我们曾经跟您提到过一个名字——微尘。就在这几天，正是因为这个名字，竟让我又和一对母女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采访中，我了解到，念念是一个农村孩子。他六岁的时候，父亲就去世了，是他妈妈靠着贴煎饼卖煎饼把他拉扯大，供他念到高中毕业。后来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山东大学。杨念念这个豆蔻年华的女孩子，前程似乎一片大好，但家庭的实际困难却让她最终放弃了这个能够让她改变命运的机会，选择回家帮助病弱操持生计，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去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一张银行卡却不期而至，随卡附上的还有一封信，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：好好读书，争取成才。而汇款人就是青岛微尘。凭着微尘资助的这10000元钱，念念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学习。可不幸的是，开学不久，他母亲突然患了重病。就这样，念念决定主动放弃学业，再次选择回到母亲身边，再次与大学生活失之交臂。东拼西凑，10000元钱母女俩好不容易凑齐，总之还钱成了他们最大的心病。当我见到他们母女时，母亲已经被确诊患了恶性肿瘤，手术费用超过10万元，这是一笔他们根本无法筹措到的天文数字。可念念见到我时的第一句话是：我要找到微尘，把钱还给他。
这里是青岛交通广播《青满人间》节目，主持人唐莹在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。如果刚才的故事感动了您，那么请您和我们一起伸出援助之手，为念念母女做点什么吧。我们大家凑了点钱，钱不多，先给他们母女俩救个急吧。念念的事儿我们都很关注，也不知道还能做点什么，这点钱就当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吧。好，我替他收下了，谢谢你。是不是觉得我对你太严厉了？陪我聊聊天，说说话。你是不是特别怕我呀？没有。今天不是请你吃饭啊。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我结婚纪念日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想让你陪我喝杯酒，说说话，聊聊天儿。不知为什么，念念，我一看见你，就想。
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靠自己。白总，这一杯我敬您。谢谢。白总，您说的话我会记住的。标志，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。今天来的人很多啊，希望大家一个一个来排好队。你看一下啊，这个是一个比较详细。来，请问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。谢谢。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哟。哎，这第三次捐款了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谢谢。下午好。谢谢你啊。呵，又一个微尘，今天都十几个了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您。下一个。你的爱描绘出蓝色的海洋。哎，你看一下。哎，大家让一下，请这位同志前捐。谢谢，谢谢您。请您留下姓名和电话吧。要不要我帮你啊？你也是来捐款的吗？是的，我想把钱捐给念念姐姐，是妈妈带我来的。哦，孩子听了你昨晚的广播啊，非要把自己攒的零花钱捐出来，说省下来给念念姐姐上大学。那我替姐姐谢谢你了，小朋友。不用客气。让一下啊，让一下啊，你们这是？这是我们单位捐给杨念念母亲的治疗费。哦，行了，你们是哪个单位的？我们是哪个单位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要表达一番心意。对。谢谢大家了。是一把千方折了。哎呦，这么多啊！是不是恁闺女放的？不会，是她娜娜不敢说一声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谁学微尘做好事不留名。嗯。杨念念，李姐。老板让你到办公室去一下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的工作要进行一下调整。
哎，老公，值班久着了。什么事儿？昨天晚上哈，不知道是谁弄3000块钱在大姐枕头底下了。嗨，我寻什么事儿呢？大惊小怪的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那个微尘悄悄来干的？听我说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哎，人家干这种好事就不想让人知道啊。我得帮大姐找人哈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别在这里头咋行不行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个男人啊，郑重的告诉你，今天这个烟我彻底戒了。哎，我还告诉你，别在发动人上找什么微尘了，就3000块钱人知道了，还不寒碜。老公，你太有才了，做了好事又戒了烟，你这个微尘当个值啊！走，来来来，我呀再给你加点糖。谢谢。真没想到，寻找微尘这个活动在社会上能引起这么大反响啊！你看这媒体是争相报，市民是争相捐款，看来你唐大主持人的威力是真不小啊！啊。说实在话，我也没想到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关注。其实你写的那篇稿子《微尘你在哪里》才让对微尘产生了这么浓厚的兴趣。我一直想通过广播这个媒介来帮助你们寻找微尘，但是没想到会影响那么多人的行为。我告诉你啊，看来你现在这责任可重大了。你看咱们全青岛市都在期待着这个微尘的庐山真面目了。是啊，现在以微尘的名义捐款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我们寻找微尘的困难就更大了。你别泄气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来就是要向你透露一个重要的情报。这个人是就住这儿啊？对，这以前啊是看海人住的。给贫困孩子助学什么的。这事儿我问过他，可他就是不承认。不过我们居委会的同志说，他做好事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。那你觉得这个人有可能就是微尘吗？微尘。让你马上去一趟，好像是你妈妈的事儿。我妈怎么了？具体我也没来得及细问，但是看情况挺着急。你现在马上去吧。那我这工作呢？我来替你顶上。好，我来跟妈妈说。谢谢丽姐。今天上午，市红十字会转了6万块钱捐款，是专门给你母亲的手术费用。刚才院里开了个紧急会议，决定明天上午8点给你母亲动手术。不知道是谁，在我办公室放了5000块钱，指明说是给你做手术的，拿着吧。妈不要，妈不能要啊！不要，妈不能要啊！大姐，大姐。谢谢院长，谢谢罗医生，谢谢你们。你愿意，你把唐老师找来，手术前按照他优化说。
大姐，你在干什么？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那是俺家的大恩人啊。唐姐姐呀，有件事儿，俺怎么也放不下心。大姐这，唐姐姐，大姐托你件事儿，恁一定要答应俺。好，大姐您说，我尽量帮您办到。不管俺是死是活，恁一定得找到那个叫微尘的。队长，这孩子的名字我都替你想好了啊，男的呀就叫贡献，嗯，这女的嘛就叫贡仙儿。什么呀你这是？队长，嗯，关键呢一定要把嫂子和咱大侄的照片带回来给我们瞧瞧。你放什么烟雾弹呀？你想看嫂子你就直说呗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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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你俩也别送了啊，留着肚子，明天晚上啊准备吃喜蛋。好嘞，走了，队长慢走。拜拜队长。我马上要上车了，下午2点就能到。是，啊，要生了，已经进产房了，是吗？啊，我坐2天假，明天就给回去。是，景妈，您说我怎么能不着急嘛？啊，行了，妈，车要开了，哎，咱回去再说啊。先等等，你得告诉我去哪了。师傅，巴黎婚纱。巴黎？巴黎你不坐飞机去，你是坐我这个车能干啥？师傅，你就是中山路最大那个婚纱店。知道，给你开个玩笑。新娘子很漂亮啊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青岛交通广播情满人间栏目，我是主持人唐颖。现在呢，我是在青岛市立医院为您做现场报道。当我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是血液中心，我是市里医院，我们库存的 AB 型血浆已经全部用完，现在急需2000毫升 AB 型血浆。什么？哎，知道了，好的，马上播出。好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手术出现了意外情况，病人突然血管破裂，出现了大出血，需要紧急。巧的是，病人的血型正好是比较少见的 AB 型。更不巧的是，本市医院和血库的 AB 型血型已经刚刚全部运往云南灾区。啊，杜雷，杜雷，杜雷！喂，兄弟，怎么了？赶快说！听我说，市立医院正好有个手术，急需 AB 型血。你不是 AB 型血吗？你赶紧献血去！献血？你是不是又忽悠我？忽悠你干嘛？你不信你听着管吧，小冬天，快啊！啊，好，好，好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杨念念的母亲情况非常危急，请本市 AB 型血并且身体健康的市民，请您火速赶往市立医院。哎，你怎么开车呀？小姐，真对不起啊。你看我有点急事，咱俩商量商量，你能不能换个车？什么？不是，刚才广播里面说医院需要 AB 型血，我就是 AB 型，我就想去献点血，真对不起啊。嗨，这有什么对不起的？应该的。给，甭找了。哎，不不不，我也没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，我这个钱我不能要。咋咋咋？没事儿，这样你要是不好意思要啊，就帮我捐给那个病人吧。小姐。你太厉害了，我今天真碰好人了。你放心行了，这个钱我肯定给你带到，放心吧。现在请本市 AB 型血并且身体健康的市民，请您火速的赶往市立医院，用您的一颗爱心来拯救这个宝贵的生命。哎，师傅师傅，停车停车。诚的为您报道，我就是 AB 型血，我得赶紧回城救人去。老公，我就是 AB 型，要不然我们不去拍婚纱照了吧？你去献血吧，救人要紧啊。悠悠，你不害怕？哎呀，救人要紧啊，还是怕。哎，师傅，我们不去巴黎婚纱了，去市里医院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刚才没听到广播啊？杨念念，那个女孩。怎么，你认识啊？我是 AB 型啊，我去献血。哎呀，好人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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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啊。哎，师傅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看恁这去做好事，我还能收恁钱？那不开玩笑，我也太掉价了。肾血，院师傅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救人是好事，咱也尽一份力了。送你去医院。
老少爷们、姐妹们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对不起啊，我有点急事，我这不能拦着。哎呀，我们也有急事。是这样，师傅，这是我和我老伴的退休金，再给你10块钱的车费，你帮我把钱送到市立医院，把这个钱呢交给一个农村孩子。农村孩子，大爷，是不是叫杨念念？哎，对呀、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刚才广播都说了，我就是献血了。你快上上上。是的，哎，你看呐，我们都老胳膊老腿的，就不去了。大爷，这样吧，你记得我车号。哎呀，我们信任你。好，大爷，你放心吧，您老保重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哎，好，放心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大爷大娘啊，你给我留个名字吧，我到医院好告诉他们。哎呀，这么点小事儿，留啥名啊？大爷，这样吧，就叫微尘吧。好啊！行行行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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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爷大娘，您保重，我先走了，放心吧，好，再见。同志，请你遵守交通规则，不要随意鸣笛。警察同志啊，我都快急死了！市立医院一个病人需要输血啊，我急得去献血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那我还能骗你啊？走，你跟我走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啊，师傅，太感谢了啊。师傅，谢谢你啊！谢谢你啊，师傅。悠悠，你想清楚，你真的不害怕吗？悠悠，悠悠，上次我膝盖破的时候，就破了一点，你就吓得要死。现在要献血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？你再啰嗦，我不嫁给你了啊！师妹别说了，太感谢了。哎，小明，我应该谢谢你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怎么上哪都能碰到你啊！我给他献血。你献什么血？你什么血型？你给他献血？哎，我愿意献，你还管了我了？你还？哟，你等等我。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让一下。哎，我来献血的。我来献血的。我来献血的。我们等等啊，好吧。我护士，你听，你说烦不烦你？这来了一路就叨叨叨叨没个完，你给他献个血。
界上最善良、最勇敢的女孩吗？你就会同我开心。手术非常成功，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听众朋友讲吗？喂，啊，是您啊！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现在就在附近，我马上过去。您尽量拖住他啊！您好，我是青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唐颖，我能耽误您几分钟的时间吗？有什么事吗？您认识一个叫杨念念的孩子吗？认识啊，我们酒店的员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您刚才是给他汇款吗？他家遇到点困难，我给了点小小的帮助。怎么这事还值得你采访啊？要是除了这些，您在去年还给他汇过10000元助学费的话，我想这就不是小事儿了。那时候您和杨念念还素不相识呢，怎么想到要资助他上大学呢？可能就是一种缘分吧。有一回我去进货，然后路过一个煎饼摊，闻着特别香，我也饿了，然后就坐下，一口气吃了好几卷，吃完了就跟那个摊煎饼的闲聊。然后聊到他女儿了，他说他女儿考上了一个大学。我说为什么不去上呢？他说因为没有钱。听了心里挺难受的，我觉得那么优秀的一个孩子，考上大学因为没有钱不上了。我真的也没想什么，就回去把钱给他们汇过去了。你别看钱不多，有的时候能改变人的一生。
你从没想过要让他们母女俩知道。这么点小事儿，真没必要让他们知道。海风轻轻吹醒我们心中的梦，浪花朵朵绽放人间最美的情，细雨静静滋润渴望的心灵，大爱无言降临天使之城，献出你我的真情，眼睛永远看到你的笑容，让我们手相牵，让我们心相拥，让我们珍惜生命中每次感动。天地间，同写一个。